娜拥有清秀五官、优雅气质，加上优秀的音乐才华，吸引大批粉丝的喜爱。她于本月15日迎来了23岁生日，除了与粉丝们一起度过，拥有好人缘，她也邀请友人一同相聚。与她要好的港星陈冠希也说要出席生日会，随后也晒出了与欧阳娜娜当天的侧拍照，不料却意外引起热烈讨论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欧阳娜娜拿着蛋糕，露出了甜美的微笑。然而陈冠希从侧面拍摄的角度，将欧阳娜娜的瓜子脸拍成了圆润的包子脸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大了整整一号。照片引来不少网友笑称，这是直男拍照的死亡角度吗？差点没认出这是欧阳娜娜。不过也有双方的粉丝兴奋直呼，根本就是梦幻联动啊。you